他不愿意。来抢婚。这是我的新娘，我带走了。因为今天是情人节，放心，我和队友调了一天的假期，今天过完我就回去。不用担心，他们应该都安排好了，把你抢走，也是计划好的环节之一。之前跟韩烨打了个招呼，让他帮我安排了一下，想给你个惊喜。你唯一的工作就是和我一起过节。前几天你在电话里说，一起作证的嘉宾互动都很有趣，自己也很想体验。不知道我的新娘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完成这个任务。随时听命。既然是结婚证，就要有婚纱照。第一个目标，拍照。这个是重要任务，所以要准备的全面一些。
这样吗？我做出来没有你这么可爱。有点难度，指挥官能不能来帮我纠正一下姿势？这样可以了吗？我来吧。怎么不一样？别人的惊喜都是什么样的？我们沿着这里走走吧，说不定灵感会自己找上门。刚才你也说了，未知的惊喜更让人期待。记得，你说过想来看这里的魔术表演。说不定，今天我们运气就不错。
没什么。前面好像人更多。那棵树附近的景色不错，我们可以先去那里休息会儿。我们在这里等等吧。我们想找的灵感，也许在这里就能等到。